相扑的标志，是漫画馆吧？养生。但我告诉你，这里啊，据说啊，我特别去找了，这个是在澳门啊，你想要吃它的中餐，和晚餐和宵夜，它是一路从11点中间休息一下，开到半夜4点，开到4点。对，哦，它这里有个特色，据说啊，它的所有菜名啊，你是不可能看这个菜名猜到它什么菜的。哦，哎，哦，你看，好多名人哦，是不是？对呀。挺峰嘛，挺峰嘛，挺峰哥嘛，还有谁？谁谁？发哥，发哥在这里耶！哎，我们好朋友，我的球友老肖，老肖都是巨星来了，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。好。好了，北楼咖喱打包啊，这么一个打包，我告诉你，直接打开给你看啦。哎呦，冒烟呢！哇，哎，里面好满哦。这好像披萨，可以直接。哎，你看它侧边，它那个咖喱整个渗到面包下面去了。哎，这个太疗愈了啦。对啊，我觉得这边应该超好吃，因为它酥的地方是它好酥哦。你听的声音哦，现在这环境很吵，你听。来来来，我用麦给你们收音哎。哎，你不要随时把领口这样解开，我来就好了。女生不要，哎，我帮你收。超酥的耶！这个我看沾满了这个，这应该是咖喱，这是有沙爹啊！哦，好酥哦！我直接撕给你了啦。哇！它咖喱好浓，好香哦！它有点红色的酱汁，但很香，然后辣是慢慢才散出来。这是大人的咖喱，对，那种南洋风味是很重的。但里面这应该是鸡吧？它是整块耶，这超下饭的。哦，哎，我没有什么咬哦，你看这边是骨头对不对？我刚舌头轻轻一碰，那个肉就跟骨头分开了。但是肉好嫩哦。但里面这样子它有没有入味？你觉得？有入味，它边边全部沾满那个咖喱的酱汁，然后中间的部分咖喱的肉是完全不柴的，然后是 Q 弹的。然后你很适合接一句话，给我一碗白饭。给我一碗白饭，超下饭。好，我来吃一下。哦，这好好吃哦！它马铃薯超软绵，你咬下去之后，你这个咖喱的整个酱啊，会从里面再散出来。它的酱汁是可以这样子单独吃也 OK 哦。嗯。3、2、1，来了！上菜上菜！上菜哦！老板，对，来了！哇，这道菜叫什么名字？我们的招牌菜酸辣沙。哦，还有准备了啊！好，准备，3、2、1，来了！哇，都是烟，都是烟，盖起来。这时候宝典拿出来，我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我找一下。哦，好香哦，怎么有烤地瓜的味道？老板，老板，这是桑，是我们需要报警吗？需要叫火警吗？对啊，对了，已经报了。我们看得到我们自己吗？已经报警了，来了。好香，烟好大。哎，你不觉得有烤地瓜的味道吗？老板，这是花雕酒吗？是花雕酒吗？花雕酒，比如它叫做桑拿花雕醉虾，是它该用花雕酒再下去调那个味。啊，桑拿是什么？盐材浴吗？叫桑拿，不是我们盐做桑拿，是沙做桑拿。哦，你有先帮按摩就对了，很舒服了。虾做桑拿，我们听不懂啊。然后蒸汽浴，然后再加上花雕酒，它就很舒服了。是，很舒服了。它舒服完，我们吃就更舒服了。是啊，他已经告诉我了，舒服惨了。你到5分钟啊？哎，你看那菜名有多开心？你看后面菜有女人风骚包，男人浪漫包也有。其实就是广东菜有一个天麻，天麻鱼头，中药材，鱼头啊，鱼头嘛。女人如果吃那个包吃的多了，对，她越来越漂亮。老板，那我再问你啊，这个，女人40，女人顶呱呱。其实那个菜，我看我老婆想出来的。你老婆顶呱呱？哎，不能不说她顶呱呱。哦，一定要说顶呱呱。如果说她不顶呱呱，我今天晚上没有床睡。你就要落地呱呱了。对，那个落地呱呱叫。所以我们两个都要往40迈进。我们伟如可以吃这个吗？她的年龄。不可以吃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28岁。哇，老板好会说话哦！没想到韦如还没有吃虾，他就舒服了。对，他已经舒服了。我听菜名就舒服了。你笑到眼睛都泛红嘞，真的。可以吃了，可以吃。来了，来。哇，好香哦！我们吃的时候，虾。花雕酒，味道更香。那虾的肉啊，是非常的鲜甜，就很新鲜。但是你咬下去肉的时候，花雕酒香气会慢慢出来，是会有一种小醉的感觉哦。我还有一个秘
闭膜告诉你啊。哦。疫情的时候，很多人不精神了、啊，吃完这个杀很精神，都神都回来了。他说：“好有精神。你到底你杀了什么东西？”嗯、对你做了什么？其实我有加了一点点药材酒。哦，有加药材哦。哦。所以。花雕酒的香气，然后还有这个药酒的一些滋补的功效，对，然后加在虾，因为虾的锌的含量又很重，所以对男生来讲也是强壮，很有帮助的。说对了，对，老师，因为这个菜名啊，你取了，其实很多人来啊，看到菜名都很难猜到说本来里面是什么。对，你当时在想每一道菜的时候，都花很多时间哈。我没有爱好，我唯一一个爱好就是想菜，那就很厉害啦。做菜。那个有一道菜叫做一丝不挂爽，那个是什么？青瓜，青瓜，青瓜，瓜类，啊瓜，瓜，拿那个机器，搅搅搅，一条丝，很长的青瓜丝，放在盘里面做沙律，一丝不挂，爽，然后吃了就爽了。它就是本身就是爽的嘛。哦，一边吃一边爽。今天老板，我们专程来这里拜访你，特别为你准备了一段。来，去后面换衣服。我为什么要换衣服？我请他过去。到底去什么店啊？好来，真的谢谢老板，我谢谢。老板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叉烧饭啦，对呀，就在家。谢谢。南天咖啡系马庆康。哇，哎，这好复古哦。这很复古啊。对啊。哎，老板你好。你好。老板娘吗？对，你们好，你好年轻哦，你好年轻哦，谢谢。我们来这里啊，我们要来吃叉烧饭。来，一定的，因为这是我们的招牌。你已经帮我们准备好了吗？真的，当然了。你在迎接我们是不是？对，一定是。那你带我们入住，然后帮我们来点，我们该点什么？我们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。好啊，好啊，请。好，哇，这边还有下层。这里很特别。好，这边。好。哇，准备好了耶！来，哦，老板。这就是叉烧饭，对对对，然后这是西多士，对不对？西多脆脆，西多脆脆，对对对，又比西多士更脆，当然。哎，西多脆脆里面有这个，这应该是巧克力饼干吗？这个是阿华田脆脆，哦，阿华田的结晶饼干。对，那有草莓脆脆吗？哎，真的没有，有阿华，对对对。哎，这搞不好你可以研发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个怎么吃？要直接把它切开吗？先加那个酱油，就是我们特制的，淋在上面。对，淋上去，然后放油一点。然后蛋有一点，还有叉烧有一点，要很均匀的，对对对对对。哇，你们店开多久啊？好几十年，快一百年了。一百年，快！那你不就一百岁啦？我大了不是啦，就是你爸爸妈妈开的。对，我爷爷，然后到我爸爸，然后到我们，然后就是把它那个蛋汁跟那个饭全部混在一起。哇！你看，全部都是蛋黄哎，这个好疗愈啊！就是那个蛋汁混在一起。刚才老板说开了一百年啊，所以一百年前就有这个菜色了吗？应该是我爸爸那个时候有，但是到我们那边，我们就是重新再调整一下。哦，对对对，所以这个酱汁一直在调，对，调到现在大家都很喜欢。好，老板，酱汁拌好了吗？对 ，OK， 都很均匀了。这样子一口气啊，一口气哦，对，好满足啊。你要酱有点微微的，对，有一点微微的甜，它应该不是只有咸，就是还有一点点微甜微甜的感觉。那个叉烧好甜哦，好嫩的叉烧，而且完全没有很油腻的味道。对，而且它叉烧猪肉是带一点筋，对对，就是完全就是对对对，就是中间就是有一点肥一点点，就没有很多，对，就带有点韧度的叉烧，但又不会老，对，然后又很湿热很嫩的叉烧，对，因为它有加了那个酱汁，会那个味道会更明显。对，老板跟你说。一定要双蛋，对，两个蛋黄才够拌所有的饭，没错。然后这酱汁，我觉得我们刚刚太客气吗？太客气了，太客气，可以再多一点，其实要再多一点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这样再把它拌一拌，对，哎，它的酱虽然深色，对不对？你会以为它非常咸，没有哦，它是香味，然后跟带一点点的甜味，对，来，嗯，很棒吧？哎，就很下饭，对，我觉得这个酱汁加进去之后。它更能把那个蛋黄和蛋白那个香气提出来，凸显出来，对对，这个酱真的是你们家的精髓，对对，因为如果没有这个酱，你说真的好像就跟外面的东西就没有差，因为到处都有这个饭嘛，对。老板，这有没有盖子？这个有，会可以盖起来。你等一下把盖子拿给我哈，你再帮我收起来。
接下来我们要吃这个，对，吃一个脆脆。请问这个阿华田的脆脆要怎么加？加满全部，全部加满，对，全部，对。这个吃法是只有你们这里有吗？算是我们首创的。这个阿华田脆脆怎么做啊？这个是秘密，秘密了。走，来，我现在加咯。好。哎，维如姐，这样有没有一次满？有，要铺满铺均匀。是是是是，来来，这样拍起来才漂亮。是，来你看，哎，这感觉像焦糖了。不知道我们用火去烤的话，它会不会融化？它会融掉，你看加上。对，真的耶。哎，它已经融掉了。对，跟奶油都会融掉，跟奶油一样。如果没有讲话，它更热的时候，就下去那个黄油跟这个阿华田结晶，会变成一块像焦糖布丁上面那层脆脆的一样。加炼乳，炼乳，对对对，这太罪恶了吧？可以吗？你女艺人呢？我男艺人，我没差啊。这个不邪恶，你点它干嘛？好，吃它就是为了邪恶。老板，因为那个阿华田脆脆本来就有一点甜度了，然后再加那个炼乳会更甜，所以就是你们就看着。哦，你好像咖啡厅打工的小弟弟哦。开玩笑，看到没有？身为一个欧巴，一定要会这种东西。对，真的。我们现在来切一下，所以老板说两种口味都要感受到，然后先吃原味，好不好？里面还有东西的哦，看一下看一下哦，中间那一层是花生酱，对，还有 cheese。来，维如姐先一个原味的啦。嗯，好软哦。嗯，奶香来了，奶油的香味，然后中间有 cheese 的味道，然后有花生的浓郁。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它这个脆脆，超级脆耶，对，咖喱咖喱的，好脆哦。哦，嗯。我反而觉得花生酱味道很棒，然后重点在外面那层是先这层是煎过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煎过的香气真的是完全不一样。对，而且你有吃到它那个阿华田的脆度吗？我以为会是饼干的脆哦，没有，它很像是我们炒菜的时候有没有，或是炒肉的时候有没有，炒到有点恰恰，对，就像有点像炸物的脆度。然后它的甜呢，跟原来西多士脆脆，对，像那种咸甜咸甜混在一起，很搭啦。嗯。怎么会想到用阿华田把它做成脆脆？就是我们一直在尝试不同的东西。你有曾经试过什么？还有其他的那个 Oreo， Oreo 是没有，还有其他品项的东西。然后，但是这个是最好的，我们才推出。那我可以问一下，这个口味是你这一代才研发出来？对对对，就是我有另外一个妹妹，她就很喜欢研发东西啦。然后她就是尝试不同的东西，然后就。推出来看看。好，加炼乳，加炼乳啊！加炼乳是最厉害的。伟如老板，你加炼乳啦！哎，我要需要帮你切吗？你就刀子不留给我啊！你就自己切，要多一个吗？没有。对不起。太厉害了，自己切自己。有一把吗？刚刚前面有说可以，都给你一把。好吗？你先吃嘛。哇，炼乳的甜。跟那个阿华田结晶融在一起的甜，这甜是 double， 但是不会很死甜那种，它是很均匀的散开，然后两种不同层次的炼乳，因为炼乳是比较奶香，但阿华田是巧克力香，对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你试试看，哦，要加炼乳啦，这才是我认识的，炼乳的甜跟巧克力甜在一起真的超赞，然后一样，最后那层黄油融开之后，又把那甜度这样。轮流是机会的感觉。我想西多士它就是一个非常，虽然它很邪恶，但是我们就喜欢吃它很香，然后那个油脂牛油那个香味，而且然后跟炼乳的甜味，没错，而且从头到尾伴随着花生的浓郁，对对，花生浓郁也很重要。而且重点还是姐姐你那个阿华田脆脆真的加的太好了，它会让整个西多士软绵的口感当中又带着那个脆脆感，就是你嘴巴是有事情做的，就除了闻那个香气跟吃那个甜味之外，你嘴巴会卡哩卡哩一直咬，好好吃哦，这很好吃哎，希望你可以再继续研发。新的口味，一定好好，可以可以。150年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拍一次。我还活在你，我会先。你可以吧？不行，我们要一起活的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你们，谢谢。